A4 电子版上河图10蚊有得睇。想睇电子版清明上河图，唔一定要去上海世博同人逼嘅，因为上河图嘅复制版会空降亚洲国际博览馆，由下个月9号到29号展出。等等先，乜之前唔系讲好咗会送原装正版嚟展览嘅咩？将嗰套嘢要拆落嚟，跟住搬嚟香港，再即系 set up， 跟住又再拆翻佢，搬翻上去，又讲一次喺10月1号咧，我哋能够俾大家展览到嘅时间咧，会系好短，比而家3个星期更要短。话明系 A4， 梗系有啲唔同嘅。喺上海系用木板做投射嘅，嚟到香港就会变咗用布啦。到时条河出到嚟，可能会冇咁立体嘅、哦。整个展览的使费要1800万，就算扣了门票和马会资助，康文署都还要揞多800万出来。康文署下个星期二公开发售60万张门票，每人10蚊鸡，4岁以下细路免费，不过只限睇一粒钟。如果怕不够时间看完1000个人物，最好事先揀定看哪些人才好入场了。